今天就从如何阅读一本书开始，因为这本书出版蛮久，它第一版是1940年代就出来，然后后来在1970几年的时候有再增添一些内容，就是改版一次。然后我大略介绍一下两位作者，其实他们背景都偏就是学者，就是有当过大学教授，就像主要作者这个他是翻艾德的，但我喜欢叫阿德。然后就是他当过哲学教授，然后还有大英百科全书以前一套很有名的百科全书，就大英百科全书的就是主持那个编辑的那个位置的。然后这另外一个作者这个范多伦呢，他曾经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但原因是因为以前有一部电影叫 Quiz Show， 然后他就是益智问答，然后他是在揭发一个就是曾经美国电视就是那种益智问答游戏的丑闻的一个电影，然后其实刚好主角就是这个作者范多伦，他就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曾经在电视上就是电视台为他树立一个就是机智的学者，然后又善于表达，口才很好，然后就是让他一路过关斩将，然后他最后拿了一大笔奖金，但就是事实上是其实他很多答案是电视台透露给他的，对，然后这件事就被揭发出来，然后当时就是一个很蛮大的丑闻这样子，然后他就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那是因为丑闻上《时代》杂志，对，但是本身其实他是真的学者，他其实也是有料，他不是说随便找个素人来包装的，他只是那时候的电视，因为好像是第一次有在美国可能发生类似这种作假的事情发生，然后所以好像美国国会还蛮重视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引起蛮大的宣传，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资讯，那这边就约略带过。然后那下一张，那等下一张吗？好，我可以过来。我们 stay close， 对吗？因为可以到这边的，还要问一下。好，然后这个就是我自我的关于自我的介绍，那就是。就是猫音乐、摄影、旅行跟书，就是我平常大概除了工作跟睡觉占据我大部分时间的事情。啊，猫就是这只猫这样子。啊，重点是这只猫，不是我。这只猫叫什么？它叫喵呜。喵。怎么是一个说书人？你说按的？按花鼠。花鼠不是吗？看一下。滑鼠移到这边了，可以吗？还在下一页，你看下，站下，可以吗？那我刚滑了，到这里，这样，我到哪里了？移到这里，或者是你按下一页，对。有那个，这样吧。好，接下来我想像就是请在场的讨论，就是通常，就是我随便截了一个网络书店一个卖书的页面，因为现在大家蛮常使用网络书店来做买书的动作。然后我想，就是请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通常会注意哪些一本书，你们会注意哪些资讯，然后来帮助你判断要不要买这本书这样。那有人要先讲，好。当然，要不很看好兴趣，跟这个兴趣这个书的那个标准没有吸睛，或是你的眼球的，然后就这样子看出来，你说没有理由，或是一些。因为出版社他在出书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说，就是就会
会关于就是他如何去筛选，就是可以跟出版社也有关系。然后再来是那个出版的，看他是不是新书，是年份，是因为他有时候会有再版。然后大概这几天，然后看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那有人要我想先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不会在上面选书嘞，因为通常我是用书找书，就是我会知道那个书里面推荐来源是什么，再去找一本书。所以如果在上面逛，我可能逛不出的东西来，就是变得我是直接就是用自己原本看想要问的书带，然后就去弄这样。那还有人？好，分享一下的吗？因为通常一个它的资讯其实蛮多的，就是像很刚好这一本是远流的，然后也是新书，所以就符合刚刚各位朋友讲的。然后现在像现在有很多出版社，其实他们都会放，甚至就是这个跟影音的介绍这样子，然后放在内容简介，然后。目录是基本的，然后还有各界推荐，然后推荐人大家会写一些短语这样子。我会截这几个月跟等一下介绍书籍有关，所以可能大家先大概记一下吧。好，那我们再进到这个，这其实就是这本如何阅读一本书的目录。那其实我是觉得它的目录就是很传统，还蛮有层次的。那就是它从第一篇、第二篇，然后每一篇里面底下每一章它要讲什么，其实你大概看篇章名，你大概。会猜得到他想要讲的，就是他已经算是，因为他就是要讲如何阅读嘛，所以他自己就是他会写的稍微有规则一点，然后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好，那接下来进到这里，就是先抛一个问题，就是知道和理解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阅读的目的就是，其实很多人去，我们其实看报章杂志也是一种阅读，但是它跟书到底差在哪里？那其实这我觉得这牵扯到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理解的问题，那就是啊，所以我这边打两句话，就是我知道俄乌发生战争中，我理解俄乌发生战争，那这两句话大家应该可以感受是不一样的意思，对，就是。一个就单纯只是知道那边有个战争而已，那一个是甚至他可能是在表达说我知道他发生的原因，然后他背后一些可能一些什么政治因素或各种因素什么的，他甚至他想讲的东西很多，就第二句话的话，然后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读一本书其实着重的点击都是在理解这件事情的。然后还就在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大家发表一下，就是你觉得书是什么，跟为什么要读书这样子？有没有人要？你可以自己再举例一下啊，书是什么对你来说？就是对我来说，我等一下有自己的答案。自己的自己答案。对。要先问大家的。对啊，有没有？还是我要自己先讲？我自己先抛砖引玉一下。这个阅读的目标是书里面截出来，就是他认为阅读的目标就
最主要就核心就是两个，为获得资讯而读跟为求得理解而读。然后这两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互斥的，就是或者应该说第二句为求得理解而读其实也包含了为获得资讯，因为你要理解一定要获得大量的资讯这样。但是有些的阅读其实只是单纯为了获得资讯，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报纸啊，或是你看个新闻或什么，那其实它大部分都是一个资讯的提供。那所以对我而言，其实书很简单，就是它是资讯的载体之一。其实我们现在因为书它我把它当一个资讯的载体，就是说阅读这件事情它不是只能针对书而已，就是你甚至如果你看老高这种 YouTube 就那个知识型 YouTuber， 其实某种程度那也算阅读，就它只是用影音的形式去传播出来的，然后它也是一种载体。然后那 Podcast 它是用听的，然后但其实很多 Podcast 他们整理了大量资讯，然后或者带有他自己那个他就是录 podcast 的人他们的自己的观点啊看法啊，然后一些说明什么，他其实某种程度也像书一样，他其实都是在传递一个他们想传递的东西这样。然后那书本呢，我觉得最很简单就当成它是一个资讯载体之一这样。那为什么要读书？这期我想先讲的就是书和其他载体的差别，我自己认为就是还是在理解这方面，就是大部分对我而言，其他资讯载体大部分都是为了获得资讯而去看而去读而已，就比如说一些抖音啊或者是 YouTube 他们传达出来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停止于资讯的层次，就是获得资讯这个层次而已，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见解或是他的看法或独特的一些东西。那但是书因为既然要写成书，但那其实他当然就不会单纯就是像一个报纸的那种报道这样的，他大部分其实他加入非常多关于作者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然后甚至有吗？啊，没有。好，我可以先讲第二个。好，对，我那之前有读一些书，然后那时候看，开始也是看一些成功学书啊，然后就看一些有很多就是在做企业商管的知名的书，叫培训师吧，他们有写了非常多书，但可是我自己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跟你也不一样，看下去觉得有点虚，就是觉得说。他教你很多套路，可是那个套路就是他就说那你应用看看，他也没有一个故事性，那他简单就是介绍几个学员或是里面谁做了什么事情。对，举例比如说像是我一开始看是大前研一的，大前研一那时候我觉得哇，提出一些很酷炫的，像里面人情化社会那些名词我都一开始都看他的，然后也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对我来说刺激很够，可是看多了，像很多商管，其实现在很多像大大读书的组成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大家有听过大大读书吗？哦，没有，好，没有，现在也是算台湾的一个比较大的说书社团，说书的 APP 啊，也有公司这样子。那大读书大部分也是说企业商管，像宪哥这一个。谢文宪，对，还有 Jerry 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虚，可是那时候看到另外一些书，像是那个云林骷髅的创办人，他写的一本书，然后《经营者笔记》，然后一看一下，觉得哇，就是那个震撼感，就是他怎么样，就是遇到了现况，然后去突破，跟这些商管书的套路完全就是两个事，就是你会觉得好真诚哦，就是。他的血泪史，然后我会觉得说，虽然我们不太可能跟他遇到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那种就是触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看书就变成，就算那个阿森刚才讲的理解的部分，可是因为每个人阐述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书你会觉得他一直都在有一半以上都在讲案例跟他的佐证的
那个资料，然后看下来就觉得有点累，因为他在讲重复的事情，只是对一个事情重复讲而已。对，那所以说有些书看下来之后，慢慢觉得会喜欢那种有故事性、是名人传记那种感觉，是我对于说为什么要读书，然后会慢慢的投入，有不同层次理解的感受。嗯，对。那还有没有？等一下分享一下自己读书。老师，你爱读书。上次读爱情脑应该国中的时候，所以这不是你阅读，是因为这样，应该说你有自己的目标，你就去找你理想的这个类型的书。好，我还有人要还有吗？有来来，那好啊。我觉得就是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然后其实。因为小时候就可能国中老师、国高中老师都会一直说什么，哎，你要去看《瘦成长》，要看什么《高校奇观》没有？他们就是喜欢读文学，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哎，书中自有书。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是透过网络世界来认识这个世界，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我很喜欢去找喜欢读。因为虽然小说的世界里面它不是那么真实，但有时候小说里面它可以把很真实，就是比较真实、刻骨铭心的一些很难做的事情，可以用比较轻松的事情的方法写出来，或者是说像我前阵子，就我慢慢低落了的时候，他有朋友介绍一本，就是韩国的不便利的便利店给我认识，那它就是一个很日常的小说，然后。你说他有什么很厉害的文字吗？没有，他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平铺直叙的一个小说。那我看完却觉得他比我看再多的心灵鸡汤还要感动。就是我因为有一阵子我确实是，就是对，因为可能我蛮厌世，然后跟人接触，对，然后但是像那种心灵鸡汤，他就会跟你说，哎，你要先把自己弄好，你才可以吸引更多人来。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就已经厌世了，我怎么吸引人来？对，但是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无意间就看到了一本这样子的很温暖的小说，然后我就觉得，哎，对，就是虽然里面的成员就是那个就是每次很厌世的主角，但他们却是在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也没有。他们是默默的就互相的影响后，他们就一起成为比较好的人，就会这种小小的温暖会比你真的去用鸡汤很难好好的，所以我觉得读书就是你用一个很就是莫名其妙的方式把你的现在的状态搞好，对，就他你可能看那本书之前你也不知道你会真的就是因此而变得快乐，是一个意外的。视野整个打开了。我先回答上面的问题是，书的确是资讯的载体之一，只是那个资讯的前提是那是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要读书？是因为我没办法接触到那个人，所以我透过他留下的资讯来去得到他要给我的资讯。那再深入回。阿森说的，我想问说，小王子、灌篮高手跟植物图鉴算不算书呢？对啊，那其实我好像不太需要太多的解力去翻这些书，对啊。好，这是我想问的，每个人应该要的都不一样，对。好，我在就你解力这件事再讲一下，就是。因为这本书它当初成书，我自己觉得啦，它的目标其实它比较着重在所谓的理论书跟实用书这两大类中，然后的确有很多书就是对文学这个特别一块，然后灌篮高手就漫画，然后或者的确一些书，一些像那种绘本啊，或是。一些诗集啊，这种艺术更有艺术的东西的书，你会在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中，你会觉得那他们要放在什么位置？然后，但是我还是先从理解这件事开始讲，是因为我想要表达的是说，
我自己回到这个书的网页，就是我自己会设定假设，就是因为我的目标其实就是我想要更就像 Sam 刚才讲，就是开拓自己的一些认知跟对事情的理解，跟更多角度的看法这样。那对我而言，其实像这样一本书这样写作出来，其实我就开始判断这本书对我而言是是，比如说它对我而言是一个可能就是更高的层次，就是我可能完全没有去想到或什么的。那其实就从这书名来讲，比如说它就连选导滋味，然后七种研制风土物产，然后用研心法，然后研茶杯故事。其实它书名跟副书名，其实对我而言就是它很好理解，就对我而言，就是我大概就已经，或是在座的人已经猜得到这本书要讲什么。那其实当你有这种念头，然后甚至你去看了一下目录，然后它的内容简介，确认，哎，的确跟你刚刚看到书名你产生那个念头，就是书大概在介绍什么东西，就是其实这就代表这本书其实对你而言并没有超出你的理解太多，就是它在你既有的你过往，就是从你小时候活到现在，你累积的那个你的知识的脉络，就是这本书其实没有超出你的东西太多。那所以对我而言，就是它不会大概率不会增加你的很多的理解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贫瘠的东西这样。那有些书就变，可能它从书名要介绍或什么的，就是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比如说什么快思慢想，它是一个诺贝尔怎么讲经济学家，然后得主写的，然后他光从书名到内容简介，其实看我就太已经有点一知半解。我大概不太知道他想要表达，就是猜不到他真实的意图是什么。那这种书可能对我而言，我就知道，就是作者可能他要写出一些比较对我而言我以前没想过的东西，那我就会对这种书产生好奇，所以我才说对我而言为什么要读书，我自己个人是真心理解，但每个人可以去找寻自己想要的目标这样。然后我也想写有些书，那可以用一些你知道的组成的自己的自创文字去吸引你进来，那就是出版社的那个就是行销手法。可是是作者自己写的，像丁像大丁黄金轩吗？三百四十的英文三百四十提的那个，对。然后这黄金圈这种东西概念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它硬要写成就叫黄金圈，就是它就会你坏好这种东西。对，可是它整本书前半段都在讲，但我没有说它不好，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种会吸引大家手法的一个方式。像黑天鹅，大家一开始不知道黑天鹅，就慢慢反脆弱什么，大家也知道，就是会，我觉得有时候会更创新一些名词，但是有时候就是并没有很人生的内容。对，大家有这种感觉，但是也有。然后就是这边其实我觉得这没有标准答案，对，就是但是主要就是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书对你而言，它可以怎么帮助到你，就是这个可以自己思索一下这样子，然后或许这样子你会更有动力去读书，这样就做阅读这件事情。对，那正式进入这本书，它其实最出名就这四个层次，就是可能你在其他地方也看过，就是他认为阅读有四个层次，就是基础阅读、解释阅读、分析阅读跟主题阅读。那这个蓝字这边的说明就是，层次只有高低之分，但它不是泾渭分明。那意思就是说，第四层是包含了三二一层，然后第三层是包含了第二层、第一层，然后第二层包含第一层。就是你不是说你进到第二层就不需要第一层，你进到第三层就不需要第二层，就是它其实是层层叠加上去的。然后
你在做第四层主题阅读的时候，你还是要运用到分析阅读跟解读阅读这些能力的。那所以它彼此不是泾渭分明的。那下一个，好，那就先从基础阅读开始。它就是，其实最简单就是你看得懂字，好，你不是文盲，然后你看得懂这个句子的文法结构，然后并不会，对这个文。这个句子的理解有所阻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最喜欢举数学的例子。好，我们来看一个，霍奇猜想一个很难很难的，就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好，然后我们来看霍奇猜想是什么，然后它就是红字这一段，可以试着读一下，你是不是光连看懂它的表述你都看不懂，就是它的猜想它到底在它在讲什么？你都不懂那个问题是什么，对，这就是回到这个，就是你可能连基础阅读都做不到，就是，因为我喜欢举数学，因为数学就是常常都会给我这种东西，就是你在非奇异物色你在数数上，每个字都认识，但是整句凑起来看不懂他在想什么，所以这就是。基础阅读，就你看起来很可笑，就是什么啊，只要看得懂字，谁不会读啊？这样，但还真的你很常，如果当你越接触越来越多，你会发觉很多书真的就是像天书一样，就是你看得懂它的字，但是你认不得它，它可能它光句子都看不懂这样。然后第二层就是检视阅读，就是说。它主要就是快速抓住书的核心重点。那如果阅读一本书，它主要就是从什么书名、目录、序、导读这些开始讲。那因为它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所以我补充的绿色这两个，因为我觉得对现代人而言，其实比如说你随便上网，就是打开网络书店就有它的内容简介嘛，然后跟读书心得就随便一搜就说一通。甚至你问 ChatGPT， 他就告诉你这本书的摘要这样。然后，所以检视阅读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快速抓住书的核心重点。然后我自己再加一个红字的备注，就是说，其实就是在筛选你想要的书，就是回到刚刚是对你为什么要读书，你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在检视阅读这个阶段，就可能。你就可以不用浪费时间把一些，就不是可以帮助你目标的书就筛选掉的，就是，它的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功用就是这样，就是你不需要去买了它，然后把它读完，然后才发现它这本书没有用，然后讲的一些就是要嘛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或是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样，然后点字阅读的一个很大的功用在这。再来，好，接下来就是要正式进入到这本书比较精华的地方，就是第三层和第四层。那首先先在这一段就是主动式阅读，然后四个提问。我先讲主动式阅读，就是我觉得这是这一本书的作者一直很想跟读者讲的，就是我们读书不要做一个被动读书的人，就是说书传达什么给你，你就听什么这样，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填鸭式教育，就老师就说，你背就对了，这段背下，背下，背下，这样，就是你被动的去接收别人给你的资讯这样，然后，他强调就是主动式阅读，就是你身为一个读者，虽然，这个书可能比如说是因为某一些需求，比如说就考试要考之类的，就是。你也不是自愿要读的，你不是很甘愿，但是我还是尽量去主动式阅读，就是说边读当中，我们其实要边想，就尽量对这本书有一些提问，就是你要有一些自己想法，就是想说，然后他整理了四个主要，他认为，阅读任何资讯都应该要问的四个问题，他就是从，第一个问题就整体来说，这本书在谈些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细部说了什么，然后他是怎么说的，然后这本书有没有道理，然后他只是部分有道理还是整本书都很有道理还是全部，还有第四个就是这本书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会认为这四个提问其实真的是一个蛮积极，蛮适用在各种，就包括如果你看一个所谓知识型 YouTuber， 你甚至你也可以用这四个提问来帮助你去消化他传达给你的东西，这样就是这四个提问，我觉得可以应用的范围算蛮广泛的这样子。然后，这四个问题可能要记一下，应该会比较大。我记，那我记一下。没有，就是多看一下，就是简单说就是大意细节，然后评论跟关我屁事吗？关我屁事。好，因为其实这本书在谈什么？其实我刚刚在带那个网络书店页面的时候，我好像其实不停的就有在讲到，对，就是其实这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如果在座各位因为都蛮常看书，应该都是你的基本能力了。就正常发挥就好，对。对，这四个问题没有很难，不用想着它很高大上，或是就是基本的。就作者认为说，你要主动的、不停的对书做一些发问，这样就是主动式的。然后进到就是所谓第三层分析阅读。然后我这里还有个小标注，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你要怎么架构这个。这本书的架构是什么？它怎么架构出来的？然后其实那这个橘色字，其实这一段这四个步骤，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这本书在谈些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就这四步。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弄的字很多，然后我觉得我不如就看大家对这边有没有什么看法？哎。我就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念。对，就是比如说对他整理出来的四步，比如说为书籍做分类，就他大概可能是区分就是什么，他是理论书啊，还是实用书啊，他是属于一个历史啊，或是文学啊，还是什么？然后你能不能用简短的一句话就来？说明这本书的内容，就像刚才那一本《严选导师》，我可能就说一本就是讲台湾演的故事的书这样之类的，然后将书中的重要篇章，然后列举出来，然后并组成整体的大架构，然后就是你为这本书拟一个大纲这样子。这边我有一个问题，其实还没有得到解答，就是。第一个为书籍做分类，这个分类，比如说我大概只能分，比如说商业财，比如说经济是以投资理财好，投资理财的话，大家如果念这本投资理财的书，把它归为投资理财。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在这个投资理财框架下，再去分了好几个分类？那或者是说在心灵成长励志方面，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在这个框架里面分分子，我自己有想过，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比如说，心灵成长是成长在心灵方面的，说习惯方面的，还是哪一个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想为这些书籍做分类，但是一直没有分成功。大家有分类吗？有没有？也未必是，我觉得也未必是，但有。因为有人第一个分类就是说，就是说是外界给你的初步分类，说投资理财、商业管理啊，然后文学啊这样子。那我刚刚的感觉是说 ，maybe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分类，因为读书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天地。那每个人只要看，就是我觉得符合我自己的就是感觉，就是说有一本第一本书，他 maybe 另外一个人他分类的是。你觉得是心灵成长，比如说那另外他可能觉得你可以有文学的成长，那所以对你来说呢？对啊，因为我觉得 maybe 每一个人我都可以做一个自己觉得舒适，一个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个分类，或者说是。我想复合一下，就是因为主题读书会啊，他们很难的就是说，因为大主题大家都知道，但怎么列出小主题这件事情？是很困难，因为大
大家会在一本书后面列的 hashtag 是什么什么类型。哦，以我们的我的角度，就是我只能尽量把有列到同样一样的麻烦类型，然后顶多我再去博客上面看一下这本书的简介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对，所以我也另外想抛出一个疑问，说大家在读书的时候会写笔记，会做标注笔记吗？这样，大家会做笔记的有没有？可以让我知道一下，还是大家看完就有？不后感，这读写心得，那大家做笔记，大家在做怎样类型？因为其实，在分类或什么这些，是为什么会想特别做笔记？我才分享。我是用那个 mind map 做 mind map，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理工背景的啦，所以我先用理性的角度去拆解这个词，然后就是那个就几个大的架构先出来，对，然后可能后续有一些细部的延伸，因为就一本书大家应该不太可能只读一次，对，或是你的每一个事情阶段再回头看，好书就会。对，就是你的体验会不一样。就比如说一样的书，比如说像那个《原子习惯》这本，我三年前看跟今年看的感受就不一样。对，因为在过程中你很多学习，或者是你应用在你生活中，书里面给你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慢慢对我来说是蛮好的工具，因为可能阶段性去理解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我是用这个方式。跟你一样买的，我是用那个卡片笔记，所以卡片是，对，也是能像买的那种方式，那字比较多，因为卡片笔记它是有卡片，对，所以字又多一点。但是，做这个不也习惯是，要说因为我的读书是解读，但就是解读一点的方式，所以从书里面我找到一个我要解决的问题，那我再把这个问题去做。就比如说为什么我要解决什么问题，那原因还有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书上读到什么，就把它三个老师做出来，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自己方法。那你会跟着书的目录架构走，还是自己会展开来更深入一点的这样子？会跟着书的目录走，不过会从里面抓自己的，当然就像最刚说，就是其实你在有去看电视这本书的时候，对，可能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我也分享一下，我每次要分享，一年大概分享一两次啦，然后又分享一些就是那些卖票或旁边的机，就是开始重点抓起来之后，他们就自己连在一起了，是我觉得感觉还蛮奇妙的，就是是可以分数关联都合在一起，所以你想要这个关加到你另外一本书的哪里，就是可以串来串去，像就像板凳那种感觉。你等下可以比较认真介绍一次板凳，讲的卖面粉的类似的方式，分享给大家一下。你教那种笔，可以理解看看。就你看那第三，self study 的，就是你把我们的书看完之后，就做出一个章图嘛。大家重点就是在一张图上可以知道，其实从这张图开始是对的。你刚讲的，你说不管是投资类，心灵成长，那事实上你可以参考目前，然后你去如果看天意成长大概现在大概有哪几类，你参考现有的类别，但你看你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放进目前的类别？你比如说放不进去，那就等于是。类别可以针对一类，你可以给它命名了，或者说暂时就好命名，就是它是一个新的类别。你过段时间你可能就会想这个，然后你再看另外一本书呢，然后说也跟这本类似，那你逐渐这个类别，可能是第二次的类别，这名称就会逐渐就清楚明了。那你别人你就或许说别人都没有这样研究，因为你这样去归类。就发现一个新的类别，那就变这个类别的创始人。对啊，所以你这个架构去做完以后，就第三步骤，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就说，那心灵投资啊，你看现在它有一个股票投资、外汇投资、什么债券，很多种。
但是他也有这样的学那个什么金融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的，他设计出那种很奇怪的什么场景，所以那个次贷也跟次贷公告人发也就是，就我也跟他一个朋友他就到纽约去那个，关于他就说那个对，因为他如果设计出来一个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结果你去买，买了以后他就开始打了，所以他那个风险都包了起来。对，他当时那个新产品，他是就是都在原来那个投资的领域，他是没看过，觉得很新鲜的。就这东西其实是有陷阱的，就是要先想开就防住，不跑的这种东西。商品哦，投资商品就去卖，那已经大家都进去买，买了就可以套住，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可以看那个系统科学的书啊 ，Jason Science。对，不然你要不这样看那个，像我最近也在，因为我在做部分，我看资讯就是说跨产业跨领域。那我们最近在研究波音公司为什么进入下沉，连那个飞机的那个门啊，为什么变样变样？对，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你要不要去做波音公司啊？看那个搭飞机，你要看一下是不是。多一的飞机啊，那你的风险比较高，你多买点保险啊，或者掉下来的话，你的价格还可以低点回涨。那你最好是做 Airbus， 因为多一件整个管理很严重，很严重，它只是炒股票，它品质、尽管都不管啊，随便找，所以能力会掉下来，计算机也会掉下来。所以就是说，那你就知道说，它现在安全也回不来。对，但是人上去，人有点扯远了。然后被吓到。对，所以我就是你从那个系统上去找毛病，对，系统会有点偏好，偏不了。感谢，阿哲。好，下一段就是。它这个步骤，因为你可以看我是标五六七八，其实它是延续前面的，就是它不是新的一段，就是它还是在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它主要就是。我怎么去诠释这本书？那也就是说，这本书西部说了什么，他怎么说的？那其实他就是从找关键字开始，比如说，如果阅读一本书，它的关键字一定就阅读嘛。那就是所谓找关键字，就是他阅读。那我先了解，因为很多字、很多词，就是可能在作者是这个意思，但可能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我这边透过这个关键字，我就与作者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对阅读的看法，对的，至少阅读的意义是差不多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与作者达成透过关键字就达成一些共识这样，然后找出关键句，就是这一句就是他们可能就已经包含这本书的主旨，然后跟这本书主要的论述段落。是什么？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有些书写的比较松散的话，它其实没有一个主要。因为像以论文来说，它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在结论那边，就是每个论文它最后它都是结论这样子。那其实它结论就会带出大量的东西，那其实就是重要的论段落。那其实但是书的写法，有些作者写法不会这样子，那你可能就是。你可以试着自己从关键句从架构出来，这其实就有点类似卡片的地方。对，就是你自己抄录了很多关键句，然后自己重新架构出这本书它到底它的重要论述是什么，然后作者解决了什么问题，跟可能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在，就像如果阅读一本书，它其实就是要解决，就是如何阅读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他可能什么问题还没解决，就比如说可能对阅读的动机他还没有解决，就是如何获取人家读书这件事情，他可能并不是他关注的之类的，就类似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大概要了解一下这样，然后就是更往细的去看这样，就前面是大纲，后面是再往细部去看，我再来。下几步就是，这已经就是关于到评论，就假设你已经把这本书读完了，那你大概会有一个我同意作者看法，我完全同意，跟我不同意，跟但这本书强调就是在你不要急着说我同意我不同意，或是我觉得这本书怎样，而是他希望。每个读者都可以很真诚的先扪心自问说，
我理解这本书的嘛，就是这本书要传达的是这样，就是在你说出任何评论之前，你有没有办法先确定说我对这本书已经理解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说你对这本书理解的话，很有可能你说出来评论其实带有一些偏见，这样就那并不是理解怎么去判断，就是你自己拷问自己，自己拷问自己，对，你过不过得了自己心里这个？对，然后那不同意作者观点时啊，然后就是尽量以理性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跟做出评论，就是你做出的。你对这作者有一个评论的时候，比如说不认同，如何阅读一本书，我认为，读书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比如说，分类，我觉得都不要用科学，我觉得要用颜色来分类，红橙黄绿来定，就是书就是用颜色来分类，然后五个基础是什么之类的，你不是只能讲说我认为要用红橙黄绿来定来分类，就是你要讲出。对，开个理论基础，我们为什么要用颜色来分类？就是有时候你注意看一些评论，就是它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论，别种的理论基础是跟作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想帮忙提问，有没有大家看一些书会觉得你不认同这个作者？有那种例子？看完这本书觉得他讲的就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不对啊？没有那种想法的那种。那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是，他出生小 baby 之前就看书嘛，然后那时候就有分两派，就是百岁医生派跟精灵语言派。然后这个百岁医生派就是说你要给他定时定量，反正就是他哭的一些表报什么的。那精灵语言法就是你要强调你去他小朋友哭了就去安慰他。然后让他有安全感，两边是冲突的，观点完全不一样。那我一开始因为是理工男，所以就当学百岁医生，因为最轻松嘛，就是说这样搞定就好了，反正就是反正都会铁石心肠啊，然后就那哭就让他哭这样子。对，所以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小朋友后来慢慢出现说，哎，他们很就是。他在睡觉前很躁动，然后没办法安稳下来，就是完全得不到那种安慰的感觉。然后他哭呢，他的哭就是让自己哭到睡着，爆哭到睡着。所以他现在长大就变成说有点睡觉前就可能没办法安稳的入睡。那时候我老婆第二胎的时候才会觉得说，那我要经历了，反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因为这样的时间不对。它其实会有一个自然的生长节律，就是不用去特别强调这件事，因为它慢慢拉长，跟成人时间越来越像。所以这是我对我来说，一开始办主题或者文笔期的时候，我的一个蛮大的痛点，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过去反驳这件事情，这对吗？合理吗？那另外一派是什么书？所以我想问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书，也是有类似的痛点这样子。是大家都书讲的都对的，这样没有，就读弗洛伊德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对，弗洛伊德因为近期被大家都推翻嘛，有大家有看类似的书嘛，这种感觉就是弗洛伊德什么都跟性有关的，就是你哪里心不足或者是等等的，对，就是阿森最了解的，嗯。对啊，对后期的话，没有，我说这个他后来有很多学心理学家的，都是推翻弗洛伊德当初的一些说法，说太用就是一根钉子手上那个锤子就敲到底，这个就不是那回事，就不要用什么东西定位他这样子。大家都没有吗？我都很期待大家有一个就是说。之前看那个被讨厌，被讨厌，然后说，然后也不是，但是我觉得阅读率好像，
偶尔还是可以称赞，只是要怕这些，嗯，不是为了做得到什么，这样，就是我认为比较不认同。为什么？好，那有点延伸下去了，为什么大家不一样？做不对刚才的词汇啊，我说不服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站在他的立场，就是真的啊，就是这样有点像是在高位的态度哦，还是这样，对高低之分，对，就像老板身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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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今天做的很好啊！是要用对小孩子，对小孩子，嗯，对，这边来看的话，他的认识应该是他是认同，就认同，但是那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认同，但是又不做到统一的，他讲的对，实际上是不是上蛮难？我刚刚好像有提到说什么创伤是不是也是自己造成的吗？还是不是自己造成的？不能忘记。结果在看那个被讨论的视频里面，他提到很多阿婆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跟我的认知有一点冲突，但我现在又举不出不哪里，因为像他们说好像跟创伤是有关系，然后是你在定义那个创伤的样子。我怀疑在补充在举。那个我打断一下，因为线上有朋友反映声音断断续续，我想问说，那现在声音可以吗？那我的声音听得到吗？因为大家可能是其他人在分享，然后可能远一点点，隔得比较远，所以声音听不太清楚。好，好，那。还有人想要分享？没有的话就继续啦。好，那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你从四个面上去证明，就是就如果你想批评这本书的话，你可以从这四个面上去批评说这个不合，就是不好的地方，那这个看过就好，对。好，下一段就是。理论书与实用书就是，他这样区分，其实就是理论书就是其实他的意思说，他其实大部分他是在回答这事实是什么，跟为什么会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样子，然后理论书目的就是最少我刚才说就是为了增进理解这样，然后。也大概是我比较喜欢读的书，然后实用书就是它可能就像原子习惯，就是很具体，它告诉你，或者是这本书如何阅读一本书，它也是一本偏向实用书，它就是把步骤列出来，跟你说你要做，然后你到底这样做，你就可以达成什么目标，达成什么目的这样子。然后实用书取向，像投资理财很多那种，投资书它教你怎么操作，跟着我做什么什么。什么跟着我做什么五十万变一千万哈之类的，就是这种通常都偏向实用书，就是他直接告诉你怎么做。那这样讲，他怎么回答说这本书与我有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是偏向理论书的，那就是说你读完这本书后，你可能要回答一下，会要想一下，就是说它增进了你什么看法，或者它增加了你什么认知。就是因为书，就像刚才有个人提到，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认知来提就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它对你了解这个世界有没有多增加一些东西，它就可能就是
如果看完理论书可以稍微想一下，就是这样，就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增进你一些观点或什么的。那实用书的话就是说它里面有一段话，它就直接说你看完一本实用书不代表这件事情你已经解决了。就比如说就投资理财，就我刚才说了五十万变一千万哈，不代表看完你就真的拥有一千万。你实用书最终你要回到说你要去行动，所以就与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真的照着去行动，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真的照着行动。如果你完全同意做的这样这边前提都是就是这边就是我同意这样，你不会对他有太多的批评这样，就你觉得他是乱讲这样之类的。就如果你同意这本书的讲法的话，然后以实用书而言，就是说你有办法去真的照着它的步骤去做，然后去完成你的目标这样，那就是这本书与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看完一本书最终还是要回到你如何去行动这样这样更实际的问题这样。对，不是看完的那个。那最后一层就是主题阅读。我念一个括号，就是以我为主，就是你会发现前面的层次都是，就是作者在传递什么给我，就是他是他的方向是作者，然后传递东西给读者。但主题阅读就是他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想要看什么样的书，他是一个先以我为主，然后去找我需要的书来看的一种动作这样子。那所以它一样有分很多细的步骤，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都看得懂啊。那我要讲就是说，它最终就这个红字的备注，就是说它最终其实就是希望当然如果你能够进到这一个层次，就代表就是你已经读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你会形成你自己的观点，你有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针对投资这件事情，好，你甚至你看，当然投资书不仅你开发出了一个自己的方法这样，或是你有自己对金融体系的一套理论这样，就比如说你知道今天下雨，明天台股就大跌之类的，你找到新的规律一套之类的，就是这是一个以我为主，就是说你不再被作者带着走。你开始有自己的方向，然后你很知道自己要读什么样的书，对，然后像比如说他的第二步就是确定哪些书与我关键有关，这其实就是在运用你前面就是解释阅读的能力，就是你快速的筛选你想要的书，然后认定有关书籍相关章节，你会发觉这其实都在用前面的东西去带出这样子，然后一些问题分析讨论到，然后这一段。那其实如果在座有念研究，应该对这个步骤其实不陌生，因为这就是写论文要做的事情。对，就是有写论文一定有一个步骤叫做文献检阅。对，就是你要大量的找相关的文献，然后开始看，然后就是开始整理他们的东西，然后去形成自己的这篇论文主要写的东西。好，所以稍微确认一下，那个第一步叫做准备一份试验性注目清单。那所谓的试验性注目清单，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具体就像 Sam 刚才讲的，就是他不会直接去网络书店这样子无目的的浏览，他就从一本书到一本书，就可能你翻到一本书，他后面有列书单，就他的参考书目，然后你自己列书单，对，就是这个书单可能是来自可能比如说或是现场，可能比如说有个投资高手，他直接跟你讲你当学投资就看这几本书这样。然后来自很多资讯的反馈，然后你开始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然后你去找真正，因为这些是别人给你的，不一定完全符合你所关心的，那所以你要再从这些去筛选出你想要的书。我好奇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进到主题阅读的
境界有吗？论文的话不太高的。论文有。我因为第一个论文要产出，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就势必要。那一般的书籍，大家平常在阅读的有这种，到觉得自己已经在主题阅读里面了嘛，已经到这差不多这个状态了，有吗？相对话是可以更高一点。对对对，因为我看有些书友在群上有人蛮厉害的大神，还有推荐一个叫任大，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孙乃先生和任大，他也是开了一系列主题阅读的读书会。他每次一读书一百，就是桌上就一卡，就大概20-30本这样子。十个房子都在系列书，大家看这个，就是他都看过这样子，要阅读量很足。他一年大概就是500-600本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想，所以想了解，大家有没有这种状态啊？而且也想要了解，那对哪些主题有这种状态？没有也没关系。对，好，那也是。好，我最后我回到这一页是我想要回答，就是那文学要放在什么位置啊？就是如果用这四个问题来看文学啊、小说，就是我要怎么运用？就是那从第一个来说，比如说我现在读一本小说好了，那第一个问题你可能可以换成说，就这本因为。文学它是一个想象的，我先讲一些前提，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想象，它不是真实的。就我先撇开那些纪实文学啊，就是它假设它是一个想象的，然后它科幻、它奇幻的，然后它是来自作者的想象。那可能第一，其实这本书它有建议说，就是你可能要把你的逻辑给抛开，就是不要用太理性的层面去看待这样的作品。就是想象文学这些东西，就是然后尽量用开放式的态度去体验作者带给你的故事，这样子，就是你要真正的去体验，不要太抗拒作者想要传达给你的东西的。然后那一样，他这本书在谈什么？可以你看完后，你可能可以去想，就是说，他的故事大概在说什么？他大意是什么？然后那作者是不是说了什么？怎么说的？那就其实。在故事当中，其实就是他的故事的情节，然后他的角色，因为大部分一个小说，它一定会有情节、角色，然后可能会有高潮跟低潮、高低起伏，然后一些转折。就是其实你换算成戏部，其实就是故事的拆解，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本书有道理吗？那小说当然你不能用有没有道理去判断，那可能就是说，它带给你的体验是什么？他带给你的体验跟你会就像刚刚猫猫说他看完觉得很感动这样之类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大概类似这样。这本书与我有什么关系？就带着文主的采访，就是其实这四个问题在户口类别，你是可以稍微转换一下，但还是可以去发问的这样。就是看完这本书，你有没有办法回答这四个问题？对，那在文学这类的书籍，我觉得差别就只是在于，比如说像文学，你是无法去用什么它合不合逻辑啊，它什么它分析完不完整这样去看，对。但是它一样，你可以去讲说，它的情节安排好不好啊？然后那个故事会不会很老套啊之类的，你可以换成自己。对文学的作品的东西，然后去分析，然后去评论它，这样。对，那这是回到就是刚刚的问题的。然后谢谢大家。谢谢。